看完烟火了，很好看哎。那你演的哪上好？山药大海老的面。我们刚刚看完表演就肚子饿了，所以我们就找了一间乌龙面。那我点的是炸海老，因为我对海老有莫名的吸引力，看到海老就是想要点。那你点的是什么？山药炸海老。我觉得刚上人超爱吃辣椒，早上的便当里面也有炸辣椒，我有加山药，还有一颗鸡蛋。整个身体都清爽了起来，因为我今天太热了。有恢复你的食欲吗？有，但是现在更饿了。吃起来怎么样？很酸 Q 的，这个是鲜鱼的蘸酱。啊！再加蛋黄粉，吃起来如何？多一个蛋黄酱，它更大只。你看，努力了一天，然后吃到很好吃的食物会怎么样呢？就比起说的，比起说的，汗毛都竖起来。900块吧，还蛮便宜的，而且还有两只大虾子，那个山药多到我吃不完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要去看烟火。大家跳一下，一二三。每一段的烟火树都很多，它那个烟火都很大。看刚才坐在那边两个小时，来看烟火三小时，新的就是坐到屁股有一点痛，所以下次要自己带点，可以早一点就去它旁边的摊贩买东西吃。烟火是还蛮值得一看的，真的很壮观。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是爱心的，那个很漂亮，很特别，就是放出来的时候它都好。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日本的烟火。